Young人，你是过来还有一个东西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什么东西？我是外国人，外国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外国人今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你为什么敢说啊？在亲近农场，我是来这边看过好几次。你跟他说，哎，我来这边看过你，你为什么没有过去了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台湾。谢谢各位，真的，所以我先开始。真的爱台湾，这位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志文。可是这边谢谢各位，我要认识你们一下。我有什么认识你们？我要问你们从哪里来的？走。刚刚先有助教从先来的，他就是来看别人的各位嘉宾朋友们，所以他会来到从一个国家的，给我们举手欢呼一下。而且第一位问你们台湾人过来，台湾人举手一下，台湾人。台湾人。Yeah,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可是为什么这样子问？因为我们今天下午不是台湾人，我们就从国外来了，所以我们要问别的国家。走。当然，来了，今天没有从香港来的，因为在香港来的。不要骗我们外国人，台北不是国家。可是我先开场的话，这个边是写我们要介绍一下，这个边我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做的，跟我们一起做的。我们工作需要很多资源，观众朋友，首先什么条件呢？我喜欢一个女生跟我一起工作，很好玩的工作，赶快介绍一下这个很好玩的工作。需要不是跟我一起去玩啊？有没有年满18岁的女性观众朋友？没有？哎，小姐，退休了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王小姐，听到你不是台湾人吗？台湾人，王小姐，听到你不是台湾人吗？你很白痴，那个是牧羊犬的工作。跟你开个玩笑，可以开玩笑了啊！来，回来。开玩笑，我跟你开玩笑。对，我要问一下，你从哪里？台湾什么地方拿过来？台北。台北没有玩过来羊哈？是。OK， 我们家里什么羊？羊？不是羊羊，我们家里什么？不是羊。这么的国语比较好。是。王小姐，我们家里什么当牧羊人？我们家里什么分类？分开养。那再来这个工作是真的？这位客人来介绍一下。他的工作真的是分类羊，可是各位这个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羊还在上面。这个不要担心，牧羊牧羊犬。去看羊下来。这个王小姐的工作就问那宋伟金超，好，所以各位这个羊还是要下来。这个看一下，我们开始用一个牧羊犬上去看这个羊下来。好，来，管小姐刚刚开一个玩笑了，不用上去赶羊，因为赶羊是我们牧羊犬的工作哦。待会他帮我们做分了羊的工作，但首先呢，先将目光转到我们蓝先生那边哦，大家看一下，他用牧羊犬怎么样将顶端上面的羊呢全部赶下来哦。Watch peep. 好，有没有？请注意声音一下，有一只已经冲上去了，黑白色，注意看一下有没有在草坡了。OK， 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个牧羊犬，它里面迷路了，它们疼我，啊，给它给你上去。好，来，看，哦，再下来一次指令，哦，上去，哦，好，来，速度非常快，哦，哎，再确认一下我们牧羊的位置，哎，准备要绕到我们羊群的后方哦。羊妹妹，羊妹妹发现到它，哦，尤其最近发现，但是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好，羊群羊，哦，牧羊犬在后面，来，它开始赶羊群了，可是这个。